买买买，那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哈，井水不犯河水。挖狗啊！没有啊，你地处分是挖没有啊，你度假没？我们不要推挤你那么漂亮。这不是张宏路哎，张宏路我不出名。张宏路狗哎，张宏路旁边真鲜，他讲的真励志。我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我小鲜肉讲，我差了，这鸡今天也空没。小鲜肉哈，小鲜肉，我鲜肉老因老干那个，我不会用。我好刚才无改伊名，讲唔对，我改伊名，讲唔对，我来害我来用。所以哈，你光北上哈，脸不红也气不喘。对，我有几样。
媒体是不是往后到记者席那边呢？这样我们没办法开会，请记者。好，请记者往这个记者席好往后靠好吗？这边这样没办法开会。请记者往后移动，好，在记者席那边好吗？这边这样影响我们会议的开那个进行，好。请，还没开始，还没开会。快了，好，三五六五七五八，我们就站着讲。开始，差别以上啊。好，现在已经打法定人数，现在开会，我们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第四次会议议事录，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0月5日星期三9:00至9:16，地点本院群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建仁人列席委员林俊勋委员等45人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郭芳丽等相关人员。程序花园，我们要程序花园，我们要程序花园，我们要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七案程序动议，以及委员陈曼丽等七人针对本次会议。我们要程序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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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让我们程序花园条文宣读后并立即处理。我们要程序花园，我们要针对什么？我们要程序花园，我们要程序花园。我们要抗议，我们要程序花园，保留，我们要程序花园，聚焦，我们要程序花园。讨论个案时，流程召集委员应补充说明，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我们要程序花园，我们要抗议，抗议，抗议，我们要程序花园。我们要程序花园，抗议。院会讨论本法案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召集委员陈莹发言抗议、抗议、抗议。说明我们要程序发言，抗议、抗议。劳动基准上次会议无效，我们要程序发言。决议，我们没有办法过去，我们没有办法过去。裁，我们没有办法过去。宣读完毕，我们没有办法过去。请记者回去。好，军队议事录的部分，对。
陈怡委员所提出的意见。那陈怡委员，我们要城市发言，按钮还是抗议？抗议105年，一月五号，上次会议无效，民进党上次会议无效，上次会议无效，上次会议无效会议，抗议重影响我们城市会上次会议无效，上次会议无效，上次会议无效，新修条，上次会议无效，立法院上次会议无效，组织法上次会议无效，十二上次会议无效，职权上次会议无效，上次会议无效，立法院议事规则第32条、33、54、55条等规定，议事录应属无效。对于陈怡民委员的提案，针对这个议事非议事录的一个错误或遗漏，好，那这个部分是不予处理。那在抗议，怎么不处理？抗议，不处理，抗议，抗议，不处理，抗议，不处理，主席，议事录，主席，不要暴力，主席。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0月26日星期三，9:00至9:00，17:28至17:28，地点等院群群的。我们等一下程序发言嘛。15人，列席委员张怡康委员等73人，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林作言等相关人员，主席吴召集委员议情宣读完毕。好。第五次就是昨天的，好，昨天的没有，好，没有异议，那我们就通过议事会议议事录确定，那我们先，议事确定，
行了，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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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大家冷静点，冷静点。好，艺术的确认了，我们现在休息，休息，休息。现在休息，请各位媒体离开主席台，谢谢。请媒体离开主席台，谢谢。民进党不要脸，国外暴力。民进党不要脸，国外暴力。在休息，请媒体离开主席台，谢谢。民进党不要脸，国外暴力，国外暴力，国外暴力。民进党国外暴力，民进党国外暴力，民进党国外暴力。民进党国外暴力，民进党违反国会所有的议事规则，民进党国外暴力，违反议事规则先挂，议事录登载不实，议事录登录登载不实，议事录登录登载不实，民进党今天的主席议事录登载不实。民进党是暴力党，民进党是暴力党，议事录登载不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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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是暴力党，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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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雪生，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哎。打人，苏贞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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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民进党打人，苏贞清打人。法案重审，会议无效。法案重审，会议无效。会议无效。法案重审，法案重审，会议无效，会议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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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重审。重审，会议无效，会议无效，法案重审，法案重审，会议无效，会议无效，法案重审，法案重审，会议无效，会议无效，法案重审，法案重审，多数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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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蛮干，小英蛮。小英蛮干，小英蛮干，多数暴力，多数暴力，小英蛮干，小英蛮干，多数暴力，多数暴力，小英蛮干，小英蛮干。他们是不是换地方的？没有啊，我们重新发言的，换地方，他是把第四步。通过就是这样，那隔壁有通过，我们的提案都没有讨论，他没有处理提案啊。
我们在这边开记者会了。来，开记者会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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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座位，回座位。来共六共六共六共，开会了，开会了。一个人讲就好了，一个人讲就好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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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拿着，来，来，大家拿着这个，来，来，来摆这边，不要不要重叠的，不要重叠的，这样够了。来，拿过传过去那边，够了，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看内容是一样的。快点。好，民进党会会媒体朋友大家好。结果今天刚才本党团国民党团提出对议事程序的程序发言，我们要求对十月五号会环委员会陈莹召委主持的劳基法修法，我们要求重新来阅听当天的录影录音。结果我们的主席。不处理，不处理就算了，直接就通过当天的议事录，这是什么样子的立法院啊？这是民主的耻辱，民主的倒退，是劳工最黑暗的一天，也是立法院最黑暗的一天。我们要求这一个法案退回重审，退回重审，会议无效，会议无效，法案重审，法案重审，会议无效，会议无效，法案重审，法案重审，多数暴力，多数暴力，小英蛮干。小英蛮干，多数暴力，多数暴力，小英蛮干，小英蛮干，多数暴力，多数暴力，小英蛮干，小英蛮干，背叛劳工，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民进党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跟各位媒体报告，今天卫环委员会的开会让人愤怒无比。国民党，我们提了这样子一个提案，我们在九点以前就送到主席台上面来了，也受理了。结果今天的招委吴玉琴，他竟然把这个提案念完之后不予处理。完完全全违反民主法治的原则，这看人什么话啊？看人什么话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恶霸的民进党。今天国民党要好好的跟他讨论整个会议失职的内容，结果他让我们登记的程序发言，不让我们发言，这个提案也不处理，全国民众。大家应该要一起愤怒，一起跟民进党抗议。这是一个恶霸的政党，蔡英文是一个恶霸的主席，我们大家要来否定他，好不好？好、哦。真的辜负了台湾人。向各位报告啊，民进党主席凭什么对于本党团王明敏委员等的提案不予处理？完全不予处理。凭什么不予处理？凭什么不予处理？就是凭着拳头大。人数多，凭着他多数的暴力，各位为所欲为。我们是根据民主程序，我们今天本来就是要文斗，今天本来要斗智，我们今天准备很多的事情，要好好的在这里面来论述。结果主席民进党团用多数的暴力，凭他一个人就说不予处理。各位，他是根据哪一条可以对我们委员的提案？不予处理，各位，我们对于这样压霸的政权抗议，好不好？好。而且我在这里也跟各位预告，我们准备好资料，要到监察院，要到地院去告行政人员的这个伪造文书。伪造文书，渎职啊！来，总之。好。嗯，好。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说明。昨天经过了一整天的协商，我们跟民进党要求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邀集四党来共同阅听十月五号关于
我们的录音录影经过四党协商一起看了以后，来就议事录不确实的部分予以修正，我们要修正，但是民进党只愿意阅听，不要修正，他们不要修正，我们要要求还原还原，但是他们不敢，他们不敢，预备要用多数的暴力，用投票来予以强迫通过，所以最后协商破裂。我想大家应该要知道这个过程。今天一样的，一早我们跟民进党协商，我们要好好的开会，我们要按照整个开会的程序在这里做充分的表达，之后我们完全按照程序来走。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正如刚刚几位我们同仁都已经讲了，他们根本就是要强度关山，让已经涉及到伪造文书，已经涉及到使公务员登载不死的某高层人员的指挥之下，指挥了做出了不确实的议事录，而且今天又用这样的一个状况混乱之中再次的通过不确实的议事录。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同情议事处的同仁，我们要求更正的时候，议事处来了一个回函给我们党团，说有关这些议事录他们无权智慧，他们没有讲话的余地。那个议事录是干什么的？除非受到高层的指示，除非受到高层的交代，一定要予以揭发。所以刚刚已经有委员说了，我们要马上出发到监察院去控告，去检举，去弹劾这些高层人员，同时也要到地方法院控告这些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该负的刑责一定要他们去负。以上是我们今天党团对整个社会大众对媒体说的说明，我们现在就要出发。这是对，这是用多数暴力来决定真相，这不是民主，这是民主的倒退，这是对民主的霸凌，用多数暴力来决定真相，全国人民不会接受。在这边我们必须讲，我们在野党是少数，可是多数暴力逼得在野党要无限期来瘫痪立法院，这是执政党逼我们的。我们要告诉执政党，民主是可以数人头，但是请你尊重少数，也请你尊重多元的声音，真相只有一个，不能用暴力决定。对，好，立法院不是立法局，立法院不是立法局。我们先来，好，再补充一点，好，来，我们再补充一点，民进党之所以不是依执政党的委员来控党，在野党的委员不惜破坏议事规则，违反宪政，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护航一例一休，背叛劳工，向财团靠拢。今天所有的问题的真相，都是民进党骗选票，背叛劳工，为了让一例一休能够顺利过关，所以不惜痛打在野党的委员，也不惜破坏议事规则。我们今天所有全国的人民，好好看看哪个政党在背叛劳工，哪些执政党的委员在当财团的打手，在护航一例一休，哪个政府在骗了选票以后在背叛劳工。全国的劳工，大家睁亮眼睛，我们觉醒吧，我们大家看看谁在背叛我们。谢谢大家。好，请大家跟我们到监察院。走，我们到监察院去控告，举发。走。
我们下这里，我们直接冻电了，我们下接个时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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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冻电了，我们下
我们现在就要去见查院了，可以，可以，可以跟我们直接约个时间，我们那边等一下，好了。好，我们先不到你们。